嗨，今天呢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文。这是我刚这几天从网络上买回来的兰花，然后它在花场呢，之前应该是有是挂起有的挂的，因为它有送一些价值。感觉呢，整个感觉都还算蛮不错的，蛮健壮的。你看。它的气根呢，都还算蛮翠绿的，都还蛮漂亮的，在花场应该种的还不错。过几天呢，我找个位置摆好一点，再跟大家来分享，持续的分享。我暂时呢，先找，随便把它放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它的名字。